字啊？我的肉，番茄，我在丢面包。我要吃肉肉，吃肉肉长肉肉。你咋啦？我飞过去了。啊，太陡了。哎、啊欸，来接，来接，来接。小玉，小玉，一二三。嘿，等一下，我先丢过去。嘿，丢了七只。嘿，怎么掉下来了？自己走好像比较快。会走，会走，会走。我靠！我靠！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跟着我啊？没跟着你啊，我比你还早到欸。笑，你好胖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送餐？我自己走。拿盘子啊，顺便拿盘子回来，顺便拿盘子回来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不是观众朋友，我回来了，干！小玉来，小玉来，一二三，你不是叫我来吗？啊你，一条钢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掉下去，一二三，去哪？走啊。七十放进去啊，秀秀，好，然后带他走。一二三，生菜的好啦，拿盘子哦，记得拿盘子。嘿，知道了。不敢再多。肉肉好喽，这盘好了，对，放上去好了，拿盘子。可以给我七十二吗？可以。嘿，我的，谢谢，把七十放上去。结果，我的七十给我。有人在那边帮我接七十，在那边帮我接七十。掉下去啦！为什么要这个？肉肉呢？我要撞我！好了，我过去。可以啦，七八七。有个人说，我觉得秀秀戴的蛮可爱的，可是他已经名花有主了，所以你不用笑笑。没有笑笑，看你 ID 感觉你是女的啊。他女朋友很多，男朋友只有一个，你愿意吗？对，他很多女朋友。啊，这个样会被关哦，可能会一边变成三个人，或一边都没有人。好披萨，快点！面团，需要面团，先用完。咔嚓！操！你妈！你过！给你过！好，两个，一边两个。我拿不起，可以了。哦哟，我卡。大肠在哪里？白痴！在你心里。你
干嘛？你解释一下。哎，操！好啦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粉丝，拜托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嘛。看哪里哈？你不用紧张啦。你别丢弃我啦啦啦！那个可以送餐哦。你不要再吃拿面团了，不要再吃拿面团了。送餐送餐，熊猫送餐，两个热热的，对，两个送餐好吗？熊猫，好。这个缺啊，起司跟番茄。那个送餐红猫，红猫，熊猫，这边啦，这边，我左边呢，哦，过去啦，我过去没他了，我过去没他了。我盘子洗掉一半，我盘子洗掉一半。哇，他，我洗到一半。不知道，你等一下。我为了拿去烤，拿去烤，拿去烤。烤的在哪里？下面。下面。哇靠！你我怎样？我哇塞，这样叫凶哦！好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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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要凶一下？加快点，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啊，就口。好啊。娘。娘。娘，靠！没有被打我就靠！来来来，送餐送餐！没有盘子啊，这边就有盘子啊，这又还没好，你在吃送餐？送什么？他们没盘子啊！要这个要烤，这个要送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是面团。不是番茄到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焦了啦，那是什么鬼东西啦？那个这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它。啊！盘子盘子，我的辣肠呢？我的腊肠呢？在这切，在切，其实呢？地上那边那边，哥西哥，哎，盘子过去了，吸一下。这个拿去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笑笑笑笑笑！哦，我下去，我下去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笑笑笑！哎、欸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哈哈哈哈！下面下面，九口下面，不好意思，九口下面。九口下面两个，九口九口捞起来了，九口九口九口另外一边，九口。我超会跑哦，等我，我需要盘子，盘子在左边。你看他们都欺负我的眼睛。缺一个骑士，缺一个骑士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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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。洗盘子，洗盘子，洗洗盘子。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完了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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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，好，好，先，好，先，好，先。玩的是怎样？累了。玩的是怎样？我跟九狗在一起会气死，是不是？不是九哥啊，对不起，九。九哥，九哥是我，是不是？就想。好啦。差一点呢、欸。点点。哇，我有新的东西耶！哎、欸，他坐轮椅耶！要不要试试看那个啊？你如果用那个用不好，你会被告。对，我要对你很客气。请问坐轮椅的那位女士，可以帮我把餐送一下吗？拿番茄，拿番茄。番茄在另外一边呢。好，我拿我。这个不要放哦，这个不要放哦，还是你要放也可以。啊，那我们做腊肠的，我们做腊肠，你放上去，放上去。你们做腊肠的。嗯，我们跟九口放做腊肠了、欸，拿去放了去。熊猫做得好哦。猫你好棒哦。熊猫优秀。熊猫屌。熊猫厉害哦。哎、欸，你腊肠就给我放砧板上。哎、欸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秀不是秀，九口。啊。完了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小鱼在那边。对啊，我是上一次有人白痴。在骂三个人吗？天啊！
对，一次过把三个，一次满足你三个愿望。操你妈，送餐啊！切菜啊，快送啊，切菜啊！你没盘子，你是低能哦。你好不到，要盘子就跟你讲要盘子你。你也很适合轮椅的那个啊。面团。反培根。培根？对不起。不要吵啦，坐。培根。嗯？欸，你们那个直接烤，直接烤，直接烤，直接烤。我烤的。好，我啊这边做四个的哦。所以我们这边都做三个吗？没有啦，我操！都那么优秀啊，修口。可是你的那个快烤起来了，修口。修口。修口。总裁。烤烤烤，拿去烤，拿去烤，那个好了，那个拿去烤，那个拿去烤。番茄，番茄，拿去烤，拿去烤，烤了啦，烤了啦。这是叫啥？秀秀，你不要过去。我谁过去？白星，你干嘛？你们一脚就躲过来的。不要给秀压力好吗？他等下坐轮椅了。一个骑士哦，一个骑士放这边。有，你很棒。有，不敢修。好，放错了。好，哎呀，那个。哎，你。我他。我的那个快出，那个快出，快出！太多了，太粘，太粘多了。这边盘子，盘子。不要放桌，每个都差一点。哦，不要那个。没关系啦。没起子。我操！那你还敢放起来？拿去丢。我没有放进去的、啊。还可以这样子哦。可以呀、啊，我就说不要，啊、你就没听我说话好啊。不听啊，你怎样？嘿、欸、我走错边了，你放过来，你放下来，红色的那个，我的番茄。哎、欸，送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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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送菜，先送菜。操！拿不到，你刚看到我们拿不到吗？操！菜，可以啦。欸，我跟你们说，夜市不是有那种打麻将，然后赢了那个人的话就可以拿奖品吗？嗯，我堂弟7岁，他打赢了老板。打麻将，那个是打麻将吗？还是那个摸大小那种的？打麻将。你是说抽几支番的吗？不，打麻将，认真的会上会碰的那种。对。哇塞！送菜。哟，给我们肉啊，肉啊！做错了，我们开心。会有三个的啦。那个加一个肉。对啊，就是加一个肉就好了啊。先肉啦，都要有肉啦。一直丢菜过来干嘛？那、为什么我在楼上、啊？哦，传送门。为什么你们都要跑？哎、欸，不要太多肉，这边有人卡。嗨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番茄，挺好卡。其实你那个熊猫，你住手哦！你会丢他？觉得丢很爽吗？哎呦，被修弄到这边好乱哦！
骑士差一个，骑士骑士一个，骑士。我来丢餐，我来丢餐。好。又过去切喽。我在哪里呀、啊？你一直在玩传送门啦！对不起，我想说我找不到我。来右边，来右边。生菜为什么没有菜菜？有啊，地上啊。好。哎、欸，肉要烂掉了。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东拿西拿会拿到一堆奇怪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我的可爱的小熊猫不能对它生气。秀秀都没有去，对不起。你好棒哦！你最棒！哎，骑士，好，太肉番茄，右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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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在楼上？那右上有一个盘子那边，哦，放面包，放面包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吗？还有啥？肉，面包，我要来去睡啊！啊，今日无被你算啊？嗯啊，我忝啊。我看你们玩就好了。盘子，没有盘子。要，有啊，桌上有一个啊。那个装了别的东西。好好好，来上来拿，上来拿，我去上来拿上来。我喜欢汉堡，包火包火面包。盘子你没洗好啊，小心。这里有一个，我才刚放下来啊！我这边一个人啊，你不要给我压力啊。结果肉给我，给你。秀秀，你跟那个舅后在那边煎菜。好。哎，你跑外场吗？我跑外场。煎菜。丢给你们了。不要丢、哦！你不要丢！你不要丢！你不要丢！你刚你刚这边跟淹水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走。交换位置，交换位置，冲啊！哎、欸，盘子忘记拿了啦！等一下再拿，等一下再拿，等一下、哦。谢谢我们拿回去。哦，好，温玉，我是不是把你踢进来了？嗨、哦，丢面包过去给他们。哎、欸，靠呀，捡不起来，太狠了。好了，你为什么不顺便送餐？哎、欸，一直进传送门，有成就哎、欸！我进了75次，结果我还拿餐呢。谢谢哦，哟，你好吧？我们做一件事，这个丢掉，他在一个位置，不用吧？哪个啊？那个灭火器呀、啊，这不是每个都有肉。嗯，好，每个都有肉跟面包。冲破了，有四个的啊，没有吗？没有番茄，可是没有起司的，只有菜菜。哎、哦欸，干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洗碗，我把盘子带走了。你拿走，我不要你。哎、欸，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
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放面包。哎、欸，干。把这边洗完喽。给一些肉给他们，对。盘子过去。烧番茄。那个肉在抖了，拜托。按错了。要烧番茄给你，不是？因为我在哪里？对不起，等一下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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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外，意外，意外。哎、欸，嗯，我人过去了，我的菜在后面。肉菜。肉，这个。肉菜番茄，菜番茄，菜番茄。没有菜，没有菜，小鱼没哦。小鱼，菜丢过来。哎、欸，你干嘛跟我分钱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刚刚一直没有菜，那个都没有在动。这个，这个。菜来，菜来了。菜菜菜，放上去，可以了。要肉肉，有我在煎。只有一个，还要面包，面包。哎、欸，靠！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太太，露露，其实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有没有？嗯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我觉得我们很棒，要激励自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拿盘子过来，拿盘子过来，拿那个。哈哈哈！谢谢啊、喔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可以拿盘子装面包过来。哦，走。嗯，啊，我做错了。什么？可以送？做对了，可以送三个。绕。第一个肉跟起司跟面包还没做好哦，我的肉嘞，拿一个盘子过去，傻逼！来了，来了，来！要面包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他也可以传哎、欸，可以啊！哎、欸，嗯，拿起来，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，给你洗下碗，洗下碗，我该怎么办？知道了，小小肉随便放。
番茄要啥？番茄带肉。然后上面有盘子，你可以拿去用。哎、欸，给我！哎、啊欸，我的空盘。这个，哦，快点盘子，拿下来，三给你上。肉跟面包谢谢。欸，等一下，现在吹板子，等一下。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洗，救救，救救，救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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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番茄，救救，救过。哎、欸，干，怎么是这个？No. 安，都要换两个人。哎、欸，人说熊猫好像进步了。你下次再看到我玩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说：“战战熊猫。”今天的组合默契比较好吗？要用嘴巴。昨天的不用嘴巴，用眼神就好了。对。今天的会比较伤喉咙。明天会被骂，太晚太吵了。丢过来，到 ，Hello， 小雨，来给你们炸哦。完了，拿不到。你那个熊猫啊？那个熊猫啊，不做事就不要躺在那边啊！哎、欸，熊猫，丢给我。怎么丢？我忘记了。哇靠！等一下，盘子嘞。我再端过来了。我想到怎么丢了，丢走了。要炸鸡，两个的哦。哇！盘子怎么办？要你们洗耶、欸啊。等一下，你可以，你们要挑点可以走那边啊。不是。哎呀！靠！要叫屁哦！豆哥，不是，我只是看到有一个绿绿的东西。上菜，我鳄鱼啊！给我，给我东西切。不到、哦。惊喜。不要挤我，熊猫。好，熊猫这边不是你该来的。为什么放不进去？王子呢？这里。王子在上面，等一下鸡。炸薯条。鸡好了。条在抖喽。可是没有盘子啊。有啊。借锅啊。熊欸，我要站在这里了啦！你看，我好棒哦！炸薯条，为什么熊猫在冲三小？不要凶他、啊，等一下坐轮。